啱啱听落去就系本地生产，霎时间系开心下嘅，开心下谂住佢都有飞派俾啲小朋友，但系咧谂深一层咧，但系你冇可能掉个小朋友一个小学生走去海洋公园噶嘛，系咪？你一定会有大人陪住咯。我觉得佢咧似嗰啲商业嘅嗰个叫做推广手法咯，因为你小朋友去买张飞都系半飞啫嘛，但系我哋大人陪住过去，一定要买张大人飞啦，或者成家都会去买咯，咁样会变咗好似一种促销嘅手法咯。